善元元年，武后晋号天后，到请玄龙降世，以使国运昌隆。行宫起火五日后，随之便有传言行宫起火涉及神龙，凡触碰者皆会死于非命。捉狄仁杰，统领大理寺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寻找玄龙复活的秘密，但你可知其中凶险？我总觉得此案的背后有一双眼睛，谁涉足其中，谁就会被那双眼睛的主人扼杀。死的人越多，这背后的真相越是惊人。行宫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有关。事情朝着不可预计的方向发展。这世间有何种火焰，能够将人瞬息之间烧成灰烬？我们时间不多了。狄仁杰，你真有把握吗？